4:04。Hello， 我是 Mira。錯曬我今日嘅時間，我係今朝7:00先至瞓得著，跟住一瞓就瞓到而家，我瞓咗9小時。今日天氣好好，俾大家睇下。其實呢個時候應該出街，但係真係點出啊？其實我就不是一起床一定要即刻吃東西的人來的，然後因為現在已經是這個4:00的關係，今晚就打算出片的，所以呢我覺得有必要現在快一點去看看我這片的狀況是如何，所以現在就會即刻剪片，直接一起床剪片。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其實我是有個剪接師的，沒錯，我跟他已經合作了1年了，這1年以來都非常之愉快，所以大家呢這1年來大部分看到的片呢都是剪接師剪的，但是雖然有剪接師是不是代表我不用剪片呢？不是，我都一樣是很常剪片的，為什麼呢？就因為我剪接師是不懂韓文，所以有韓文的部分，或者是如果條片是大部分都是韓文的話，基本上都是我剪的，或者有些片呢我是有時會特別好想自己剪，我都會自己剪，字幕和效果的話都是剪接師去負責的。我份人我是有一點心急的，很多時候我都會很急地去叫他做一件事啦，非常之幸運他可以配合到我。但當然如果有些太急的話，我都會自己做翻嘅。分工的部分就是這樣。而我們最近合作方式呢就是他剪好曬，然後他會給這個 Premiere 的 file 我，有什麼我都可以直接在這裡改，這樣就不用這樣傳來傳來傳來傳，因為之前他是直接給 MP4 的檔我，但是後來最近我覺得這樣的方式挺不錯，我可以自己很隨意地刪減或者是加我想要的嘢，唔知第二啲 YouTuber 同埋佢哋嘅剪接師係點樣去合作嘅咧？因為我同我剪接師就係身處唔同嘅地區，所以冇辦法見到面，所以就話用呢個方法。眾多嘅衫裏面，我係特登揀咗 Pepe。點解會有人鑽窿噶？搞掂啦，而家要 export。都好快，才4:00，搞咗啦，唔使2小時。我而家就要食嘢啦。呢个系琴日食剩嘅 pasta， 仲有好多，而家谂住整翻热佢。這個是之前我情人節整朱古力的時候買回來的一個谷物，都挺好吃的，它脆脆地，它本身沒什麼甜味，因為我覺得加入 yogurt 吃剛剛好。我喜愛的乾提子，我知道有些人是超憎，但我超級喜歡。這個意粉本身是想整濕濕地，但我不知道為什麼它變成好像炒意粉、乾意粉一樣，不要緊啦，味道是 OK 的。昨天吃的時候覺得 OK， 但是現在覺得不太夠鹹，加少少茄汁。我早幾天在那裡煩我的簽證問題，我就說我要留在首爾去搞的，其實因為有些事都要在香港處理的，但是因為香港現在很多政府部門都在 home office， 聽說要去到3月
中或者三月尾才會恢復正常的腹部。所以呢，其實我現在都做不到什麼，因為我都要等人家批了我才可以繼續做我的下一步。所以現在我一定要留在首爾的這個問題呢就沒有了。我昨天就在 IG 上就問了大家，如果大家是我的會有什麼看法啦。首先就是 A 留在首爾不出門，等待疫情好轉。很多韓國人，很多首爾的人呢，他們都不太出街的了。大公司的話呢都慢慢開始 home office 的了，直至三月中或者是另行通知這樣。其實因為我一向都是宅女來的，所以不出門對我來說不是說很大的問題的。首先我就是要儲好我的食糧， touch wood 我現在這間屋都夠大，可以讓我活動行行去這樣。 B 呢就是回香港在家裡自己隔離14天，但是呢回香港的話只有我一個，因為我家人都不是香港，是在馬來西亞。所以我回到香港的話，首先我要搭飛機，但我覺得搭飛機接觸很多人的地方，我現在是極度熬底的。然後隔離那14天，因為香港只有我一個，難道我餐餐叫外賣？而且我香港的屋呢，因為即我在香港的時間不算多，所以我沒有什麼在那邊。所以如果相同的14日的話，我在韓國的這個家我是可以做的事有更多。其實我覺得香港的情況好像都差不多跟首爾。韓國其實為什麼會每天都會升得這麼快，是因為韓國的醫院有足夠的設備去 check 是不是確診嘛。但是香港就不知道，所以其實香港可能都有很多隱形的確診者都不肯定，一動不如一靜我覺得。然後 C 就是去馬來西亞，但是我簽證問題，因為我是旅行簽過去，所以每30日我就要去離境一次。這個又是很麻煩的，因為其實現在我家人呢，即我媽咪已經拎了那個簽證，所以我媽咪上個月就飛了去馬來西亞的了。她現在一直都在那邊，她就經常都跟我說你快點過來馬來西亞啦，還有每30日要離境一次，這個我真的覺得很麻煩。雖然其實我可以過新加坡或者過泰國駕車過去就可以，其實說真的都不知道30日之後會變成怎樣嘛，好像很麻煩，是身心都疲累咯。如果選 C 這件事，雖然我在馬來西亞的話，我家人是會沒有那麼擔心的，因為即始終可以跟我見到面，跟住亦都覺得我遠離了韓國啦。因為我知道應該很多人都覺得韓國暫時是一個即比較恐怖的一個情況，係啦。所以其實真係呢三個選擇裡面，我是極度困擾，我真的不知道選哪個好。但是呢，其實我跟很多朋友都說過，跟住有些朋友就已經買了機票聽日走的了。有些香港朋友呢，他們就有些因為要上班的關係所以沒得走，有些是做生意的朋友，他們都覺得一動不如一靜，他們都是留在韓國的家。我現在還是處在這個考慮的階段，基於我現在還在韓國的關係，所以我現在要上網再買些東西。早幾天我未買完的餸，還有呢我決定要買一個焗爐，因為我焗爐想買很久了，但是一直覺得好像不會怎樣用。但是如果現在經常在家的話，那我經常會煮食的啦。我是一個很喜歡吃麵包的人，所以我決定要買一個焗爐，跟住可以整下多士或者是焗下其他嘢食。因為如果成日用微波爐都好似唔係咁好，咁用焗爐會健康少少。聽日咧就會送嚟噶啦，又喺親愛嘅 coupon， 真係好中意用 coupon。然之後會見到呢啲六級皮餸，六級皮餸就係聽日就會送嚟，保證2月28日會送到。係早排口罩同埋嗰啲消毒酒精嗰啲就冇準時，之外其他都準時嘅。我啱啱諗住喺 coupon 買嘢啦。佢哋唔知完全盆栽咯，唔知因為太多人嗌嘢，所以忽然之間咯，嗌咗 burger。然後還叫了一個 salad， 沒辦法，因為他要叫到指定價錢才可以送過來。然後所以我通常每次叫外賣就會叫二人份，然後要叫埋明天那餐或者下餐。因為其實有時候真的吃得很厭，但是沒辦法。
睇緊《Taiwan Class》，我而家睇到第八集，我都仲係未覺得話非常好睇。我唔知點解大家咁瘋魔呢一套嘢。我覺得沙拉嘅 Priscilla 好睇好多。我食薯條真係麻麻地，中意點茄汁。如果佢係麥當勞嘅就係 Sweet and Sour Sauce 就好，但係可惜沒有沙律，我應該唔會食噶，放聽日。蓬蒜茄子。佢話係用 tartare 雞髀去整嘅 burger， 好多時 burger 佢都係咁樣，即係下面係封實咗，佢唔係一張紙包住咯，減少漏嘅機會，我覺得非常之好呢個設計。咁就結啊，好慘啊！媽啱啱同我講話，佢冇得翻台灣。就跟我一樣啊，我現在回香港的話，我也是要一定要在家裡自我隔離。你也不要這麼多出門，我看你很常出門欸。其實我覺得都可以記錄下多啲我喺屋企係做啲咩嘅。我冇自量一路喺度睇自己條片，因為我而家諗住嚟覆大家嘅留言。我決定咧之後咧揾一個覆留言時間，同大家一齊睇留言，勁快咯！真係咧有某幾位朋友咧係特定，即係我每日係十點出片啦，香港同埋台灣時間，跟住就會好準時嚟，好勁啊！你哋字面好快，25號拍，27號就出到，梗係啦！之前試過日更噶喎。因為以前試過每日出片，所以其實大概知道那個感覺是如何。馬來西亞的朋友超喜歡半熟的蛋黃和香腸，梗係咯，未瞓醒。今晚唔沖涼，沖咗涼啦咪？你跟鋪明是不是情侶？超好食啊！個認真個腸仔，大家如果喺韓國。不過不會是這排啦，即總之大家可能以後嚟韓國旅行的時候見到那個香腸，跟住可以買翻嚟試一下。新加坡的小蜜蜂，但大家應該頭先見到我上網買的時候是出現了一些困難的，我覺得而家可能上網買都唔係話咁容易啦。小心身體哦 ，Hi Jimmy 上嚟嘅 ，Fio 你好，他是嫁來韓國的。台湾女生，然后她讲很多跟韩国有关，就是很有深度的一些知识，就是我来韩国之前也是看她的东西的哦。我中你们 last 个毛在，唔知点解。韩国老师 Bunny 也是经常来留言，好像每一个影片都有来留言，谢谢。因为是早餐，所以可以请落啲。成日唔洗头唔冲凉，鬼有啊！会令人误会我个，搞错都冇。唔洗头系因为我之前染头发嘅时候唔可以成日洗，笑死我！没错 ，Superman 脱落的，俾我得心心 ，Hi。理想外失恋，我都明白。想当初，去年，韩国签证，我之前有拍过一条片讲嘅，大家可以 search 韩国签证，然之后 Mira 应该就会出现噶啦。呢个 visa 我之后再同大家讲啦，等我成功。我覺得重點是因為家附近的外賣我覺得不是太好吃，所以想自己煮。維他命 C 我買了，所以剛剛
買車啊，講開呢樣嘢，頭先我同朋友都喺度講，就因為我啲朋友佢哋都有喺韓國都有買車，係今日嘅事啦。跟住就喺我朋友住喺個洞裏面，就有一單確診，勁近佢屋企，所以佢有佢勁驚。跟住我哋就叫佢話啦：你以後出門口都一定完全揸車，你唔好離開你架車。然之後我就喺度諗啊。其實如果我之前有買車的話，我現在就可以駕車周圍去，因為這幾天出街其實我都不太敢坐地鐵或者巴士，我都是坐的士，但是的士貴的嘛，所以沒什麼不出街。還有在韓國買車真的不算太貴，但問題是就算我買車，我都得過幾次的駕車經驗，買了都不敢駕。海大湯不要緊，因為韓國有很多很燥熱的嘢食，所以不怕啊。再拉多你一次廚師腸啊，不是沒了嗎？廚師腸在韓國自我隔離的香港人日常 vlog， 其實我覺得我已經開始拍緊了堅不定時咯。你看我昨天10:30朝早起身，但我今天就是下午的4:00才起身，我真的我都不知道為什麼，我都不想 ASMR。 其實我覺得很難拍的，因為如果要拍得專業一點的話，是需要更加好的器材啦，還有環境都很需要配合。我屋企附近成日有嗰啲舊車曬，應該有可能裝修定唔知喺度做乜嘢曬，我覺得有少少難度。我也喜歡看別人的日常哟，希望 Mira 在韓國都身體健康。大家也要健康。幾時先到70？我 keep 住喺60好耐啦。By the way， 韓文嘅主題我之後會出。我見到之前有啲 message 問我話啊，我啲韓文係即係點樣可以練到而家咁好啦？跟住有啲咩秘訣啦，咁我都會拍條片嘅。Mira 要好好照顧自己身體，很喜歡看日常生活的影片。台灣的小蜜蜂雖然很少留言，但是每一部都有看，沒關係，你有看就好了。辛苦了，台灣目前還能正常工作，希望疫情快結束。我真的覺得台灣做得很棒。敷面，喺度問緊我廣東話佢而家。立體鐘。是不是說這一張椅子？這張椅子我在 Daiso 買的，很久之前買的了，我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它3000won還是5000won？啊，還有這裡也有一張椅子，也好像是 Daiso 買的。啊，你是說那個鐘靚啊？頂，看錯東西。那個鐘是在韓國的網購 coupon 買的，但是我看到淘寶也有，然後很多地方都很容易買到。然後我買是20000多won，800多蚊港幣。敷面喺度讲乜嘢啊？佢喺度讲紧自己条片啲留言系咩意思咯？好笑，大家咧要知道佢系韩国人啦，佢系冇学过广东话，佢净系学过普通话啦。跟住佢话点解咁多 D 咁多咩？因为佢睇唔明我。大家可唔可以留翻啲佢睇得明嘅语言俾佢睇？好搞笑。感謝你啊，第一次留言，同埋佢講一件好重要嘅，原來係令到 Monty 可以更加好對準個電話咯。早知我用啦，完全唔知道。我想講好多謝大家，頭先做咗下嘢，忽然間收到 message， 然之後同我講70万訂閱啦！啊，終於我停咗喺60万好耐啦～好感動啊！今天2月28日2:30，感謝大家，謝謝大家，參與的。雖然只是數字上的轉變，但是踏入70万真的有少少開心。因為其實做了這麼久，好像對數字已經有少少睇淡了。因為早期的時候會覺得啊，訂閱數是多定少很重要，跟住很希望10、20、30咁樣，然之後去到100万啦。到後期覺得數字並唔係代表所有嘢咯，但係的而且確數字越大咧，就好似係對自己嘅一個肯定咁樣啦。當中裡面有幾多個係真係每日都會好想知道你嘅 update， 或者係每日都會
嚟留言，會同你傾偈嘅咧。到後來我係反而更加重視同大家嘅溝通多過數字上嘅多少咯。我都知道有好多人係可能會 keep 住睇我片，但係冇訂閱到我嘅 channel 嘅。因為雖然冇訂閱，但係唔代表唔支持我噶嘛。咁所以，耶！祝卡尼達。先又忽然間 send 個 message 過嚟話祝卡希，你係第一個同我講噶。好啦，大家記得快啲 subscribe Celia， 然之後去睇佢片，然之後留言同佢講話，快啲叫佢快啲出片啦，知唔知啊？晚安。昨天呢買了個焗爐回來，然後現在就想著立刻用個焗爐來試試蒸嘢食先。但系呢只未熟啊，呢只系超唔熟咯。跟住另外嗰只我抌翻落去煲，但系呢一只因为已经开咗，所以冇办法。揞低嘅手，揞低嘅头，太心急啦！哎，个包，其实系劲哇，其实系劲靓嘅半生熟蛋咯，整到。牛油果、蛋沙律三文治，劲脆！我估唔到会有呢个效果，比我想象中有少少过脆得滞。超好味！因为我自己中意食腾震腾震，即系甜咸甜咸嘅嘢啦，所以基本上我整三文治，我一定会落果酱。首先焗爐咧，我係放喺張台上面用啦，但係佢冇可能長期放呢度噶嘛，所以咧我廚房係需要整一整嚟，但係我今日唔想整，我估可能大家都知道，暫時我個廚房咧就係咁樣，我估可能會擺呢個位或者同微波爐對調，但係總之我今日就唔想執住，所以你暫時就喺度休息一下先啦。咁呢堆咧就系琴日我买焗炉嘅时候顺便买埋嘅嘢嚟嘅，消毒咧好紧要，冇晒啦，阵间要再整。
洗手液，呢个时候真系要勤洗手啊！知唔知啊？未用过噶，我都系我纯粹上网求其见到可以即刻第二日送嚟，咁我就拣咗呢个。呢个系威 musk， 最中意就系威 musk 噶啦。你点会啊？就是維他命 C， 又不定時睡覺啦，跟住食嘢又不話特別健康啦，跟住水果嘅話，其實我一時時嘅啫，我中意就會買好多翻嚟食，咁但係有時候我就會可能幾個月都冇食過水果咁樣，尤其是而家呢啲咁緊要嘅時候，食多啲呢啲維他命增加免疫力，我覺得都好重要，所以我就買咗翻嚟。雖然我唔知道有冇效啦，但係我覺得有食好過冇食。洗面膏6000W兩支，因為呢啲重嘢其實我真係好唔中意喺出面買翻嚟，即究竟個人要幾懶先會咁樣。然之後最後呢一個，其實本身我唔想買呢一隻嘅，但係琴日忽然間見到我個購物籃裡面佢忽然間話冇曬貨，咁所以迫於無奈之後我就揀咗第二隻，反而呢隻係平啲，就係、是。碟啦，咦？但系比我想象中细只喎。shit， 好细咯只碟。我本身，喂呀，唔系咯。哎呀，点解琴日冇睇豆大细就扭？但我琴日太心急。喂呀，唔怪得咁平啦，因为佢呢度系四只万二定万五安。我琴日本身想买嗰个系两只。跟住都係一樣價錢，點解我會買碟呢？我係因為發覺原來屋企係冇啲大嘅，然之後可以入微波爐嘅碟。我見到佢係可以入微波爐，然之後我就好興奮地撳咗落單。我本身係想買呢個 size， 佢而家係咁樣，明唔明啊？大家啊，好嬲啊！好，咁而家咧就要嚟去整呢一个消毒喷雾啦。咁好多人都问我咧个比例系几多，但系其实我自己冇特定一个比例嘅。其实佢后面都有个用法，我见到佢系可以沟起我嚟冲凉，或者系孕妇嘅话都稀释咗之后爱嚟清洗阴部。自己嘅话咧，因为呢一个 size 系300ml 嚟嘅，我自己大概会落咁多咯，可能系四分之一个樽盖嚟嘅。因為之前我試過唔可以溝太多，跟住陣味太濃，我覺得好唔舒服。然之後300ml，太多添，噴下嘢先。首先拆完嘢嘅呢一個戒刀我都會噴。我之前在法國度買的一個醋，因為我覺得個醬需要一些酸酸地的東西，所以我唯一家裡有酸的就是這個，所以我落它。完全 exactly 就是我們平時吃燒肉的時候，不是會有沙律但上面是紅色的醬的， exactly 就是那個味道。其實它這麼大條呢，落一塊都夠。今天的晚餐是三急西，这个维他命每天吃一次就可以了，我决定每天临睡前吃它，就一定不会忘记。
오늘좀일찍자려고합니다안녕